我今次要介紹呢個咧，繼續係 Winstormer 嘅新產品嚟嘅。咁啊 ，Winstormer 咧咁就出咗一個叫做 Winstormer S 一個完美油膚啊胎盤精華喎。咁啊一講就知啦，裏面嘅成分當然係有胎盤嘅成分啦。咁大家都知道胎盤嘅成分係好矜貴噶嘛。以前就係聽人講話會打胎盤素啦。咁啊當然香港唔合法嘅。咁喺外國打嘅話咧，就會發現咧你嘅內臟機能咧好似會重生咗一樣嘅。咁搽上塊面咯喎，咁梗係會有同樣嘅功效，就係令到你皮膚嘅細胞咧有重生嘅感覺啦。今次 Winstormer S 咧呢個包裝首先係好特別啦，佢會分開咗60包個小包嘅，咁就方便你攜帶方便使用嘅。咁亦都係好乾淨啦，因為每次係用一包嘅。咁你可以揀早晚使用，又或者係淨係晚間使用都得嘅。用法好簡單，咁就係你每次洗完面之後咧，就攞一包出嚟啦，搣開佢，然後你會感覺到咧佢個嗰個質地咧係好水嘅。哇呀！嘥咗啲嘢啊！咁然後即刻拍上面。佢都可以代替咗呢個爽膚水嘅，咁爽膚同時間咧係有護膚嘅。咁我講咗啦，裡面嘅成分有胎盤素啊嘛，咁佢用咗胎盤素最靚嘅部分咧就係胎盤素頭段啊，即係頭段嘅胎盤素啦，然後加咗呢個大碼嘅玫瑰萃取物啦，咁一啲精華成分啦，大碼士革。玫瑰係記住大馬士革玫瑰成分，咁然後咧仲有維他命 B3 啦，一啲嘅衍生成分啦，仲有咧就一個咧專利配方嚟嘅，就一個 Y Heaven PGA 嘅成分啦。咁啊可以做用完之後，你會 feel 到啲咩咧？就係首先佢可以幫助你一啲老化咗嘅細胞咧修復翻佢，咁而且咧仲可以激活翻你嘅細胞啦。咁啊仲可以咧就係你最顯著見到嘅咧，就會係啲毛孔會細咗啦，然後你個保濕度咧，其實呢個胎盤素嘅保濕度咧係比一般嘅透明質酸咧高達3倍咁多嘅，咁所以咧皮膚保濕咗之後啦，咁啊當然一啲嘅皮膚問題會消失嘅，就係啲皺紋啊、幼紋啊係會消失嘅。咁用完佢之後咧，你可以配合埋 Winstormer 嘅精華咧，再搽埋上面嘅。咁因為嗰個你可以當爽膚水用啦，咁然後呢個 Winstormer 嘅精華素，咁就係繼續搽啦咁。咁然後搽完呢啲之後咧，可以做翻你平時嘅護膚程序噶啦，即係可以搽翻你嘅 day cream 啊、night cream 啊，你中意搽咩都得嘅。咁啊，呢、这個精華咧，其實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做完嘢之後，因為個妝太誇張啦，就要即時落妝嘅。咁但係我當其時冇任何嘅護膚品喺身，只係得一包。呢、这個 Winstormer S 嘅胎盤精華喺身啦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咁啊洗完面、落完妝之後，咁就要搽啲嘢㗎，都要，咁我就搽咗佢啦。咁平時咧，如果淨係搽咁少嘢咧，我塊面咧真係會掹掹掹緊嘅。咁但係當其時咧，我淨係搽咗佢之後咧，我係繼續可以出街去食飯，然後翻到屋企咧，我塊面都係冇掹掹緊嘅感覺，所以證明佢嘅保濕度咧係真係好高㗎。所以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去揾下呢個 Winstormer S 嘅胎盤精華啦。